卡粉，谢谢。卡粉，明星集团上市那边配售方面有些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所有人都看好梅星集团上市，知道一定会赚大钱，超额认购。就算我们的大客户认购了100%，最多只可以分到10%几。但是皮特捞的公司户口这么小，平常也没给我们什么大生意做，为什么会肯分给他们100%呢？分配股份有很多学问的，他们公司有发展潜力吗？卡粉，皮特捞是不是送了个乡村俱乐部会籍给你？谁说的？你和 K 是不是受他的好处？你不要乱说话，没证据就不要随便指控别人，知道吗？喂，皮特，还没有收到传真，我等一下回你电话，很快的。Thank you.